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 Harriet， 欢迎收看《简饮择食》。快餐食物是减肥期间的大敌，有没有想过可以自制呢？今天我们会做一个藜麦豆腐鸡肉汉堡。我们用豆腐和藜麦加入免治鸡髀肉做成汉堡扒，减少了肉食的分量，还加入了豆腐的钙质和藜麦这种超级食物的营养素。我们还用了烧烤的方法去烤汉堡扒，油份就控制得更加好了。